热情民众期待声中，104年正式来到，夜空中放起了五彩烟花，参加晚会民众的情绪也来到上观点。今年跨年晚会虽然无像去年遐尼冷，但依然受到冷气团影响，气温也是增加。不过晚会中，一阵一阵少年人伫台下顶表演热情歌舞，一首一首流行的热门舞曲，炒热了气氛，也赶走了寒冷。Ready?除了有少年人的热情，更加有青年的肚皮舞，加上人潮将暗会会场挤甲满满满，除了有闹热欢乐气氛，完全感受袂到冷气团带来的低气温。玻璃顶举办跨年暗会，配合着仁爱公园嘛举办夜间灯光装置艺术展，规场暗会不但是五彩缤纷，充满美感、活力甲动感。山城民众唔免走去大都市，同款会当闹热过新年。就来走走啊，系啊，就没有来看过年，就来跨年啦、啊。对啊，系啊。觉得怎么样？觉得不错哎、欸，很好玩啊。为什么觉得好玩？因为我没有来过。嗯，那你觉得呢？有没有很热闹？有。觉得哪里热闹？台上有很多表演，很漂亮啊，还可以去那里玩游戏，就那个花灯呢，花灯。离家里比较近吧。好玩啊！精彩歌舞节目一场接一场，晚会现场是吸引了上千位玻璃顶民甲游客共同参加。借由这场晚会，期待伫新的一年，玻璃顶石的推动甲发展，会当更加符合顶民的期待。虽然我们没有大歌星，但是我们有乡亲的热情相挺，我们都希望。过去一年不愉快的、不如意的，我们都把它忘掉。义雄都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、所有的好朋友，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计划、新的美梦，都能够梦想成真。祝福大家咧，新的一年有新的这个幸运啦！我会配合咱的镇长咧，公所的施政来争取啊，和每年都有更加新的建设。和咱的顶面的过更加幸福的这个生活吼。为着和晚会气氛延续，伫跨年晚会以后，最后重头戏的节目继续进行，而且是邀请到多位在地动感歌手现场表演，轻快歌声甲节奏，大家卡民众嘛对咧闹热起舞。玻璃顶今年的跨年晚会，自头到尾是闹热滚滚，完全袂冷场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